学了一个星期的汉语，今天终于到周末了。可我想了半天，实在想不出来该干点什么好。周末要到了，多么让人兴奋呀！你不喜欢做梦吗？可做的事情很多啊，不论是打球、听歌还是逛商店，和朋友一块去喝酒，都能让人很开心，过得很开心。那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喝酒吗？